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荃湾菜市场。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人挺多的。街上都是中老年人，大家大包小包的拖着拖车买一大堆东西呢。水果摊生意很好啊，苹果30元四个，蓝莓30元四盒，梨20元四个。西瓜40元一个。香港呢，现在出街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情况越来越好了。香港现在每天差不多有200多例吧。希望越来越好，早日恢复正常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分享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